上海老婆的迷惑行为。我算了算啊，阿拉屋里向啊，现在开销侪太大了，开始涨钞票了。哎，好呀，侬看了儿子呀，读只书啊，还要介许多课外的么子，小人又辛苦又浪费钞票。哎，儿子侬讲对吧？你晓得我好累呀、啊。侬弄啥啦？人家丽丽屋里向小人哦，学了要多嘞，搿种钞票勿好省啊。哦，好好好，搿侬买介许多衣裳、包、化妆品，搿钞票好省不啦？我就买了对伐？侬看我叫人家丽丽，上高头过生日，伊拉老公还买只包拨伊唻，我算少嘞，还要哪能省钞票啊？哦，搿侬搿也勿好省，伊搿勿好省，搿侬钞票哪能省法子呢？哎，侬香烟好不要吃吧？老酒好不要吃吧？还有对红，有啥好不香了？天天开车子到家园，油费不要钞票啊！侬花掉上个号头油费，侬再看看叫人家丽丽老公就不吃香烟，不吃老酒，不吊红的侬。咱俩搞了半日天，只有我算浪费钞票了。侬讲啥？啊，我意思侬讲了对，但是香烟老酒我吃了几十年了，也没办法的呀。车子呢倒是值，搿油价哦实在是太高了。搿车子嘛也老了，油耗也高了。隔壁老王呢，伊拉买了一部纯电的 MPV。地便宜啊，而且 MPV 啊更加适合阿拉家庭使用。我带侬去看一瞧，好吧？哎，老王，老王，奶奶，哎，侬新买了部啥个车子啊？带阿拉去看一瞧。啊，那现在出来，我带㑚看。这不是上汽大通 MAXUS 589，侬看那个马箱呀，嗲不啦？分闭式的前脸，新增光源一字头灯，未来感十足，将近5米3车长，竖牌照。像我们这种有家庭的男人买车子，实惠、实用、舒适、安全最重要。这部车子是五星安全，三排都是电动滑轨，六个座位都可以调节，每一个都是独立座位啊，还有腿托的，看到吧？都可以坐得很舒服。平常出去哦，老婆小孩再带两个老大，一家人都是 VIP 豪华座舱，十色一。哎，老婆侬看啊，搿 MPV 到底比 SUV 好啊？老人、小人上下车便当，空间更加大，坐了更加适宜，纯电的充电也便宜啊。搿部车子汽油价7.99万，充个汤电好跑560多公里，8公里电耗只有17.2度，平常兜兜风相当于勿要钞票啊。啊，别哥㑚要抓紧哦，到年底上海政府还有得10000块行钿的置换补贴，那点击评论区首条链接领取私家福利。嗯。搿车子倒确实是还可以啊！拜拜，这车子好棒啊！以后我可以把你藏在床下面的防盗床的这个圈圈里吗？啊，藏我！我小军还干啥呢？